出奇吧。这个二月不平静，各路人马来势汹汹，宅斗。而家又得我哋两个人喺度，你唔好再做戏啦。宫斗。我等了十几年，为什么还不报仇？生死搏斗。今日必须偿还。商场。你想要超越我，除非我死了。职场。律所的利益永远是第一步的。但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不可忽视的。皆是战场。阴谋、阳谋，看谁技高一筹。这个买城一定玩透。激烈斗争，掀起追剧狂潮。八度空间带你感受澎湃的戏剧张力。